大家好，我是顺妹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十字绣温馨一家。那么这是送的结义工具包，这是一包得正有25枚左右。那么下面我给大家打开了绣布看一下我们的十字绣是什么样子的。那我们的绣线呢是纯棉的绣线，色泽非常的艳丽，不打结也不起毛不断线。那我们的绣布呢印花非常的清晰准确，不偏格不跑格，看一下细节，这样的话绣起来就会非常的方便。那我们在绣之前呢，我们首先要给它卷管，卷管的目的呢是为了让它绣起来更平整。首先我们把就是美纹胶带粘到了绣布的一头，那美纹胶带上粘一部分，那个就是留一部分。那我们把一个 PVC 的就是线管粘到了美纹胶带上之后，把它整个卷起来，用一个夹子把它固定一下，这样我们在绣的过程中就非常的省。